李清在，这么国舅父啊，办了收集了安怎？启禀皇上，目前国舅父只有金华有回报，要送一百斤的板拿来福州，其他各地还搁伫咧目击当中。有100斤，同时到位。五天后，还过五天，更赶去送来啊！皇上，五天应是上紧的时间。我等五天，安得过死偌济人？启禀皇上。 闽城已经甲所有染着瘟疫的人集中伫咧凤甲市，甲一般的百姓隔开，疫情已经算是暂时控制掉的，未阁传开。拢集中伫咧凤甲市，安尼敢好？启禀皇上，凤甲市里城内有一段路程，只要咱病的病人莫离开凤甲市，福州城内就当渐渐恢复正常。记得像呢，福州城门是不是在炮灰？今日派人登去应接。 调派人马，帮助百姓用计好酒。皇上，此次开封城门出自兵部妥当，但是福州城内还佫有两病人，咱一个失甲查，真有可能证明所做的努力，拢前功尽弃。嗯，对了，老板娘呢？今日你哪拢无看伊？喂，皇上，实不相瞒，国师即马嘛被困在凤甲城内。啥？ 老板，伫凤甲市，赶紧叫出来啊！皇上，这就是阮上为难的所在。凤甲市即马全部是瘟疫的病人，国师离开凤甲市，万一若是将疫情传出来是变安怎？嗯，啊，伊内底万一是变安怎呢？皇上，若是这点，你用放心啦。国师以上神机妙算，医术又搁高明。 一定凤甲市内面，无得靠，阁会用找到医治瘟疫的方法啦。希望像风爷讲的啊，老板哦，会当找到方法啦。大条，洪牧师啊，洪牧师啊！ 有人要抬我，已经叫来啊啦！对来，靠，查囡，以前在要抬你，伊在明信讲的何位啊？ 明信公，明信公现在在要抬你。啊，就阮阿兄伫明信公府内底做长工啊。伊知影明信公府内底真侪在办啊，伊就偷摕一包，我摕转去甲阮阿娘伫边啊。啊，就去互迄个侯伟看到，阮阿兄就叫我抬死啊。又讲是明信公。 是班呐，原来提早去买班来的人就是明信哥。伊根本就是存心要害死一个人的性命，亲像你这种人，罪该万死。启禀大哥，洪武高人求见。好，叫你来。是。 明信公，老母，
难得你大家光临，你敢有啥物代志是？我问你，你是毋是私闯大量的斑拿？你是平常安尼讲，你敢有任何证据？刘亚林不知，除非记无位，这就是我伫咧明信公府找到的斑拿药铺。而且我搁听到官府内底传出来的消息，你伫咧遮吞一斑拿。 明信公，你既然敢将皇上的旨意当作是马逆东风，就凭这，敢会用讲是我吞一斑人？你伫我后门捡到这药铺，你敢有亲目睭看到是我府内的人去拼？嘛有可能是别人走去偷拼的啊！你好。 假使讲你真正无做，那你就给我所在你的所在，看你是不是真正私闯斑拿。杨姐，你若是答应嫁我，我这个公爷府随你来来去，你免哪所在拢会用。好，哎，也唔过那是以前，即马就算讲你要嫁我，我还阁考虑一下，以免惹祸上身。 你毋是连私闯斑拿的准拄煞，好，等我去甲皇上讲，让伊来收查你的功夫，看看有时阵你还佮有甚物话通讲。好，本座就老实甲你讲，无毋对，我的府内抗私闯袂少斑拿，你若要告伊，从做你去告，因为我已经超过斑拿，遐对我已经无效啊。到时阵我若生气，一百岁拢甲毁掉，看谁会用找到证据。 你这个小人，今就变个提出来救福州的百姓。百姓死活，敢有啥物事代？我先来救伊，我敢不敢把遐犯人摕去废掉嘛？不爱欢迎。你到底要安怎做，才可以将犯人提出来？你敢真正做想要救伊？那呢？就要看你敢不愿意牺牲家己去救福州百姓的决心嘛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假使你若求我娶你做妾，我阁会用来考虑看卖，把斑斓当作是你的聘礼，你想啥款？你有够无耻！我哪会无耻？我是有同情心，我是咧同情你。电文机怎啊下落不明？我听讲你阿兄赵良辉，嘛已经出去外地，敢有法度人转来也毋知咧。 我这是咧照顾你，才替你想这个办法。你竟然阁强词夺理，趁着你种无耻的人，一定想着报应的。看办事，你应该无接受我的建议。既然你无愿意求我娶你做妾，那咧就表示你无决心要救福州的百姓，那咧我就无勉强。 替天行道，拄着你这个大恶魔，三界都无去啊！一定是阿兄，伊惊我的头头啊，使用天条鬼甲，耗损精气。 才将三界都提起，阿兄，我知影你是为着我好。
这不过你敢知我多痛苦无？明明知影明信公该死，也不过煞目睭紧紧看伊伤害遐尼啊济百姓，看伊即马遮尼啊地形无用，你敢知我多痛苦无？天条规格，假使你真正是上天天干独恶的代表，你是安怎会散出邪气呢？害遐尔济百姓因为瘟疫来受苦。阮阿兄使用你是为着要除掉歹人，你煞予伊耗尽精气，也毋过迄挂歹人煞伫遐得意逍遥。你到底是真还是邪？对呀，咱拄仔经过迄条河，应该就是阴阳河啊。无唔对，你看，过了阴阳河了后，就是阴阳界啊。头前唔知顾偌济危险在等咱，你身躯伤，爱较细腻哦。你放心啦，我无代志。就是讲，你敢有感觉咱周围雾气，敢那愈来愈重啊呢？对吼。今嘛是午时，应该是日头上炎的时阵，雾哪会这么高？而且这个所在阴阳怪气，足恐怖的，咱是赶紧离开这。这么高，头前拢看无，变作找到去阴庙街了。刘一下，遐敢那有人呢？咱会当去探看麦，卡苏伊若对遮真熟，无得卡，咱会当请伊甲咱带路啊。这位先生，借问阴阳界要哪行？这位先生，我想要通过阴阳界，敢会当请你指引一条明路？我看，伊嘛不知道要哪行啦，咱家己找。啊，不过，咱要赶路，卖在遮浪费时间啦。来。你是要通过这阴阳界线？是啊，啊，不过这个所在雾遐尼大，已经找无路啊，所以我想要一个熟悉这个地形的人，帮我带路。我对这个地形真熟无比，也不过，我特别思考这把阴阳机要如何破解，无时间带恁通过阴阳界。除非啥？除非你替我破这把棋局，我就带恁通过阴阳界。我叫受偌困难，原来这么简单哦。将旗落在四地，无力破险，焉得可助？这粒旗虽然低于四地，
却是卡印神机。立皮军员带薪化剑，神机既现，便可能敌，不防不胜。好，真好，果然是好计谋啊！少年人，这把阴阳棋我已经点数十万了，你竟然一击破解，可是英雄出少年。好，我就带你两个去闯阴阳界。嘉谢啊，哪呢？咱马上出发啦！你两个跟我来。嘉师，你带我来这，到底是什么所在啊？省油局、市务局，生生世世应太监，省玉树，树玉生，武吉稳稳设真机。少年人，人生难免总有事，你两个今日就陪我，重心在阴阳界之中吧。人生难免总有事，你两个今日就陪我，重心在阴阳界之中吧。有什么款的危险？真歹行，雾阁这么高，还较细腻哦。阿伯，咱阁要行偌久，才法度行出这个阴阳界啊？阁过无偌远，就是阴阳界线。只要过阴阳界线，恁就会离开阴阳界。也唔过什么？阴阳道这个所在，那是少数地方，通过阴阳上高地，并无属于人间之地。你若是想要倒转去阳世，只有两条路通好行。倒两条路？通过西门，我来倒转去阳世；通过西门，重新投胎，赶快倒转去阳世。也毋过是生是死，就在一念之间。生门、死门。倒一个是生门，紧带阮去生门，离开这个所在。若有一个支点，恁离开阴阳界，搁刷落去，要如何选另一条路？是生是死？由恁自己决定。
哭哦！我已经等你真久啊！你总算是找来个吃，今仔阿爹这边，美芬，你要创啥？我要找阿爹。你看，遐个门口，奶粉卖出四门四门的时阵，千万唔通轻易妄动。梁飞，你还搁在张图啥物？为师这边才是阴阳界的圣门，你紧过来。姚良辉，你敢不是一直要抵我的性命？这摆机会在你的面前啊！安怎？你就紧过来！李兴国，你来你家？来啊！温泽在你家等你。你想到唔敢我来？敢讲你是咧惊我？好，今日咱就做一解了断。刘飞兄，你要创啥？阿爹搁在遐等咱呢。我要找报仇。袂用啊，我要过阿爹遐。行啊。龙儿，听为师的话就无唔对啊。为师这边才是西门，你紧过来。你跟我来，我会带恁来去一个真水真水的所在，予恁温机。阿爹。姚良辉，既然你这么无胆，这么惊死，唔敢来找我报仇。那呢，你就带恁师父做伙入迄个西门，恁斗阵去地府受苦，啊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恁小妹父母。你，来啦，刘伟兄。文仪，过来阿爹这边，阿爹这边才是西门，你赶紧过来。紧啊，跟我来啊。龙华这边才是西门，千万不能叫骗伊。紧过来啊！这边才是西门，紧嘞。阿爹这边哦，这是西门。你紧过来啊！阿爹这边才是西门啦，你紧过来。不会骗你，你先开。西门。龙女。都是幻影，无唔对，因拢是阴阳界的幻影，目的是扰乱咱的心神，让咱行去死门，结果万劫不复。足恐怖的，我拄仔廖尊讲，阿爹正经我过来啊。好在咱无中计，要若无即马，已经葬身伫遮。龙兄，咱即马要安怎做？咱即马目睭所看的，无一定是真实的，干会当相信心内感觉。我相信，只要靠咱心内感觉，一定当平安无代志离开这。白云，等一下，你把目睭暗起来，到时你会记的，千万把我手牵牢牢，唔通离开我。嗯，我会，我一定会把你的手牵牢牢。啊，不过龙兄，你嘛绝对袂用放手哦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有活着，我绝对袂离开你。龙兄，不过。
若是生，是死，我永远不服你。我是太啊，无啦，我嘛是啊。头前就是恶魔谷啊。嗯。多咱个英雄界撑伤济时间，咱应该赶路。多谢。大公爷。大公爷。你坐，你坐啦。大公爷面头前，东方又唔敢失礼。哎，伊奈就教我这么搞咧算啦。你有病在心呢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安怎？身体有较好？多谢大公爷，唔拿素药，搁点心啊粿给阿玲。这是算啥？只要是对你身体有好处的，这心啊，给你要吃偌济拢有啦。多谢大公爷关心，我的身体已经好甲差不多啊。嗯，安尼就好。看你脸病，我个真替你烦恼啊。来，我甲你扎一下眉，看你是好偌济啊。唔敢啰嘎大公爷啦，我家己嘛捌一寡医术，家己身体安怎，我真清楚，确实已经好七八分啊。嗯，安尼就好。那安尼，我得用专心去对付老皮温啊。老皮温那边即马情形安怎？老皮温即马被困在凤角寺，伊就算无脸病死，伊嘛活活枵死。要枵死一个人，差不多嘛要七八天。啊，不过老皮温一身的功夫，可能会用加动一寡势力。那安尼，这包围凤角寺的行动。时间若是拖久，我惊会有变故。会有什么变故？老皮温不是普通人，伊无可能坐咧等死的。我惊咱若是加予伊一寡时间，难保伊袂想出脱身的办法。脱身？我真无简单，才甲伊逼去死咯。咱绝对袂用予伊这么简单就走。大家先甲忍耐，度过一段时间，大家都无代志啊。国叔，
老实跟我讲，阮都会去伫咧遮。你先别紧张，只要药啊一到，恁大家都无代志啊。小妹啊！大家小妹啊！来来，大家来吃，来来吃饭。这里有几个姐姐来。刚刚才一点啊，尔。我知影恁大家搭拢最晓的，啊，不过这已经是黄卡时最后一点点米啊，请恁大家快点来。哦。恁坐下。孙雅，今晚是你的，你替大家看病一定足忝的，应该今晚袂忍个，休困一下。阿秀，你吃就好啊。我吃过了啦。你对我们讲，这是红家是最后的米所做出来的，你哪有物件通吃？我袂枵啦，孙兄，你还保留体力替大家看病啊？你吃啦。阿秀，我记在一条，今日无闲来无闲去，上忝人是你，今我袂让你吃。唔免啦，我真是袂忝啊，孙兄，来，你紧吃。阿秀，你听我的。阿秀，阿秀，阿秀，阿秀。秀伊袂有代志，伊袂得到瘟疫，伊只是受忝，还在昏倒，伊袂有代志。阿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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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怎？我不要紧啊。你是安怎？你在烦恼我？我当然烦恼你啊！你袂有代志，你只照顾遐病人，伤忝才昏倒。既然安尼，你有啥物好烦恼的啊？阿秀，你要创啥？阿秀，先坐，先坐。我无啥物代志啊，不过是遐有遐尼侪病人爱照顾，我想要去甲因斗相共。不过若一站起来，人就就无爽快。孙雅，我真是无啥物代志哦。应该是无。应该？啊，你还袂替我做咩哦？应该替我干嘛呀？
是不是今我嘛得到瘟疫啊？关心我，我啥物都唔惊。也唔过我惊，我担心你弟弟瘟疫。即摆好久下来，一个班哪拢无。孙兄，你毋是讲过，一切自有天意。自从我落山飞伫你的身躯边了后，我早就把我家己的身世看较真开啊。伫我有生之年，而且常常踮伫你的身躯边陪伴你、照顾你，我都无遗憾啊。小雅，你今天我看卖啊。小雅，来，今天我真美啊。是不是我呀？阿秀，你怎么样？阿秀，你怎么没上去？阿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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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门！阿秀，你开门！阿秀，苏兄，你紧走，我无想你让我贪念着，你紧走。阿秀，你开门！你开门！阿秀。你给我还你命，阿秀！阿秀，你紧走，苏兄。哎，苏啊，你倒啦？我伫遮啦。是啊，苏爷。你去向前行两步。向前两步。还过两步？那无啊，有无啊？都。啊，安尼有快点。哦，快点快点。苏啊，啊你若创安尼模样，是要撞车啦？那你是知影啥？啊？这叫做吼，有烧香，有保庇，啊，有预防，就袂出代志。而且吼，我安尼甲扎咧吼，叫做双重保护，绝对袂失误，知无？师傅，师傅，你遐边仔甲嘴扎条是，边仔咧食物件啦？有物件好食？咱是来即摆要长年话咧，啊，酸丝吼，顶顶下敢剩两百尔啦，啊，一寡饭食拢枵到头壳拢反戆啊！师傅，看吼。咱爱学合作，安尼下星期吼，啊挂肉饲鹦鹉，敢袂听？一定会听啊！吼，若要食我的肉吼，绝对无问题。啊，不过哪会听都袂用的啊，我太惊听咧。我看吼，你是去找老飘云啊？啊，大哥说，咱今日风格是不干的吼，拢是因为伊才安尼啦。啊，无去找伊是要找啥？师啊，这是瘟疫咧，啊，甲大哥说啥关系啊？我若讲有关系，就有关系啦。反正你即马去找伊哦，一定会想办法解决。啊，走，进去，进去。哦，是是是。哎，小弟，好好好。咱出去吼，门锁煞把我关好啊。哦。恁师傅我哦，要阁继续自愿性的闭关，走无？哦，是。嗯，来。啊。我做甲你加持。啊，感谢师傅。阿秀开门啊！阿秀，你开门看，你去阿秀。我袂开门诶，师兄。哪个走来？你万一和我谈两句是要安怎？阿秀，你讲你什么戆话啊？皇家寺内面这么多人，你都围住我都唔惊。
我敢不敢让你传染着？师兄，会减这伤一个人，你有减一个防传染的机会。其他人比我更需要你的照顾，你紧走啊！阿叔，你开门啊！你开门，我你去。你这么累，我要哪去照顾其他人？阿叔，你先我你去，我为你看卖。我伫讲你的病情并无严重，我能想办法替你控制你的病情啊！阿叔，你我你去，阿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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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得了啦，阿叔！哎呦，是来吼，拢断粮啊啦！啊，有一挂百姓因为食袂着物件吼，用命要死啊啦！拢断粮啊！是啊。即马遮平常生活都是体力，伊无食物件，想要怎支持落去？啊，所以阮师傅爱我来找你啊。师傅讲吼，迄代志是你惹出来，你必须爱负责解决啦。啊，而且你一定有办法解决的啊。我会当有啥物办法？即马时来时往拢已经断绝。我要去倒位想办法，我要去倒位想办法。无喏，啊，师傅讲你有办法，你绝对有办法的啦。师傅讲你有办法，你绝对有办法的啦。这草呢？啊，对吼，啊，我煞袂记讲药草会当吃。哦，我所以做搞安尼。赶紧就想到办法了。哎，麦当。啊，这是观音草，是观音草。观音草，哎呦，阿弥陀，观音草是爱变草啊。小叔，皇家寺内面敢阁有这种草？有啊有啊，还有足侪啊。啊，唔知是安怎哦。啊，较早拢是啊，拢唔捌看过这款草。啊，最近这几天，香发一大片出来呢。伫倒位？在阮师傅整修新房的后面啦。小叔，今日买这种草，煮给大家吃，进去。哈，哎，真正要吃草哦？这不是普通的草，这是伫南平的山区才有的药草，会当清凉解毒，佫会当治疗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哎，会使治疗，啊，治疗较要紧，赶紧来办。进去，进去。好好好。小人皇家寺内面有观音草，而且佫伫高斌师傅。伊整修房后壁，敢讲这是龙井主的功劳？哎，董教授，我你讲，之前迄龙飞哦，当我才摕迄白灵芝的时阵，迄龙井主哦，就亲像这么同款，发出着蓝色的光芒。今嘛吼，你化用迄个观音草，这龙珍珠吼，同款搁你发光。哎，敢讲吼，是龙珍珠，你敢指示什么代志？高秘书，龙珍珠有天地灵气，伊会当让乌灵芝变成会当让人气数回升的白灵芝，而且会当让伫北方的皇家寺生出伫南方山区才有的观音草。龙珍珠不愧是大明朝的镇国之宝。是啥物意思？高秘书，我的意思是，天主之命，就是爱天主代替上天照顾天下百姓。龙珍珠会当守护天主的良脉，这守护良脉的意思，就是爱天主无顾虑去照顾天下百姓，所以龙珍珠会当代百姓化解。这哪讲，都是指示。观音草一定会当医治，伫皇家是受到感染。瘟疫的百姓，你讲有可能？有可能，
观音草会当清热解毒，伊的疗效甲板蓝是同款的，来当试看卖。啊是讲哦，啊观音草哦，都敢安尼一撮仔尔，啊是当救几个人啦？啊，假使讲哦，啊利用之尊啊，真正有迄个心哦，要来救人，啊那要用迄观音草哦，啊发落较大片的，啊那哦，咪当救几个福州城的百姓啊。不多有缘人，咱敢当请灵树听听。小，回小凤到时。是，为了避免疫情传开。啊，你敢会想过前日嘛？凤小，这嘛是不得已的手段。喂，你袂安尼做。皇上，近年有人不顾一切冲出皇家寺，为了避免疫情传开，只好将这人抬死，将伊的尸体用火烧掉。如今所有得病人拢伫咧皇家寺，为了断绝病源，只有烧掉皇家寺这条路。虽然皇家寺内底人拢得着瘟疫，不过因拢是镇的居民，因即摆活得好好，不要镇火烧皇家寺，跟活活烧死。您做袂到，皇上，出事不下小恶，难成大恶，请皇上三思。过两日再讲。皇上，动断不断，必受其害。这瘟疫，还不是无用的头疫啊！也不过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即摆福州城内已经完全拢无班拿。您不是已经下旨啊，叫你调一班拿来防守？这就是微臣所讲的远水。传达命令，收集班拿，将班拿送来福州，拢需要时日。如此一来一往，五天以来，绝对无可能将班拿送来福州。那你五天以后，就这一班拿运来福州，超过五天就已经未赴啊。皇上，这摆瘟疫，五天就是上重要的期限。超过五天，就算我有班拿，也是救不活。现在皇家时代，所有的病人大部分拢超过三天，你绝对无可能冻过五天。就算我无烧掉皇家寺，这些人嘛绝对无可能活。既然无得活，谁来要来休息嘞？皇上，人拢有求生的本领，无人愿意常常啊等死。但是有人不顾一切冲出皇家寺，到迄个时阵，咱只无简单只控制一下疫情，就会真紧就拖开啊。臣认为，为了实质设想，为了万民设想，皇上千万袂用许轻心大意。